因为自己严谨和认真的态度为你的投资带来了一些收益，这样也刺激着你向一些神秘事物去探索。工作上的谦虚以及对细节的重视给你的事业带来了一些转变，并且因此展示出你坚强的意志力。月亮与木星合相在处女座，并六分太阳三分冥王，对分海王和凯伦，一方面会让我们更加专注于生活秩序和细节，并在自我追求和探索的时候以谦虚和平和的态度来实现自我成长，但可能会让我们挣扎在现实需求和理想之间，同时需要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过去的伤痛，但了解伤痛的根源才能实现自我的转化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